加拿大籍内地艺人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，目前被内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估唔到内地艺人谢明浩趁机实名举报林俊杰同埋潘玮柏都牵涉其中，唔少网民随即疯传。两人嘅公司则分别透过律师行发声明澄清，声明中列出一大串社交网嘅用户名称，要求佢哋即刻删除涉嫌侵害林俊杰同埋潘玮柏名誉嘅不实信息。律师事务所已搜证完毕，即将提起诉讼程序追究到底。有部分转载不实言论嘅网友都系收到律师信后删文并道歉，为谢明浩坚称自己系敢于为受害者发声，更声称有证据在手，又发文称请求警方对林俊杰同潘玮柏进行吸毒检测，如无问题，我方愿负法律责任。大家好，我系吴业坤啊，我喺度祝头条日报16周年快乐，我咩爹都过咗姨妈少。